今天来收看的财速频道。今天财速呢要来这个竹荣East购物商场这里走走。你知不知道一个小小的竹荣East有多少个 shopping mall 吗？有五个 shopping mall 嘞，有 JCube、Jam、Westgate、Big Box， 还有 IMM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录这个视频呢，今天是来到这个 JCube 第一站，我会一个一个的录下来。我来看看在这个疫情当中呢，是否还是没有很多人呢出来购物呢下周就是新年了，看看这些人他们的生活，他们在如何的还是出来的能够购物啊。 JQ 我们走吧。这里就是 Jurong East 的地铁站，要坐地铁就来到 Jurong East， 然后走过来这里就是 JCube 了。这里有 NDUC、 FairPrice。开始 scan 了，珍珠奶茶这边买，而且是卖电器的，蛮。
在我要下去 basement 吃我的东西了，吃晚餐了。中地很多人，好，就是这间机器室。这个就是在马来店所买的一个碗汤炉的，大概是7块钱，啊，其实是6块啊，6块啊，加多1块的那个水，好，这是它的碗汤，干的、湿的 ，lime juice， 我就要慢慢的享用，这个是哈拉的哦，全部，所以很好吃，尝试咯。蛮挺不错的啦，这个黑色的那个酱油在这里，不好意思，我试了都要卖衣服的，都是卖衣服。
在上来啊三楼了。这边他们是打那个 hockey ice hockey。白天呢是给公众呢能够游玩这个 ice skating 哦，晚上呢就是他们 play 这个hockey ice hockey。上来四楼了，哦 ，KFC。现在来到这里呢，就是邵氏的戏院 ，JQ IMAX。